炼气最重要的是铸造气身，其次则是将真元凝聚成气纹注入气身内，而气纹又有着不同的属性，能够使武器拥有不同的功能。譬如寒冰气纹能够使武器具有寒冰属性。这家伙懂得还挺多的。秦导师，莫阳。秦导师，我决定要和莫海比试，并且一定要击败他，请秦导师教导我。没问题，莫导师这段时间教导秦明，没时间理你，我来教导你。不过你可要做好准备哦。好好，没问题。穆老师，救命啊！穆大师，怎么回事啊？莫阳，你又在偷懒！别忘了十天前你是怎么和我说的。不想修炼？好啊，那就试试我的冰球吧。穆导师，您救救我吧！好啊，跟我修炼也可以。穆导师，这是跳进去，泡上三个时辰。哎呀，真舒服啊，穆导师。还是跟您修炼好啊。沐雨，你这样他怎么可能提高？难不成每天泡泡药就能提高了？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训练在后面。穆导师，今天不洗澡了。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。穆导师，你带我来北云山脉干什么？这十只四阶妖兽相当于十名四阶撞击境武者，杀了他们今晚有肉吃。杀不了，那他们今晚吃你的衣服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做，你先忙吧。不要啊！各位大哥，路过，路过啊！是药浴。我跟你们拼了！这样真的行吗？真正的战斗可不是纸上谈兵。我有点事先走了，你就在这看着他。你不行啊。十只箭雏居然杀了七只，那可是相当于七名撞击境武者。